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仁，他叫什么来着？那行行，你疯了，孙头头！庆祝我荣获4800的新工作，为了让我好好学，真下血本了呀！中医传承人，哪一条符合你人设呀？我怎么闻到一股熟悉的套路的味道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学中医。现在我知道，这传承人不如弼马温。你仔细感受一下脉搏的跳动。不跳了呀！逗你玩的。你看他那样子，没点像继承人啊？无人也会怎么看我们中医？你跟我走！目前最关键的是，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。那你还想学吗？我想。救命啊！你一定要救活他！师傅，这碰到你了，正好你又是个医生。我第一个听到别人叫我医生。师傅，我肯定会跟着你好好学，认认真真的学。我不信。不是。我骗你，我当不上传承人。这件事儿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事情，不能儿戏。虽然陶大这人是演弄我的，但是他有这根筋，是往这路上走的人。我就是想好好学，把这流派发扬光大。你真的呀？真把自己当传承人了？我觉得你确实有点虎视眈眈了啊！等等，带路。